因为连续一直的比赛，感觉比较疲惫。不过来到这个场地，因为以往都打过比赛，今天也打了 Pro M， 对场地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。希望在这两天有个更好的一个调整。因为一直都比赛，所以在可能体力上有点疲累，也希望通过来到这两边这里当地这两天做出相关的一些调整，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吧。手好很多，不过因为上个礼拜去到那个墨尔本也是比赛，连续的都是比赛，所以没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，但也希望是通过再次来到巡回赛里面的理疗师他们的一个帮助，自己也看如何去调整，也不能练习的太多，那所以希望那逐步会更快的康复吧。两个礼拜前在菲律宾赢的那场比赛，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这是我再次在亚巡赛夺得的一个冠军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支持，也是一个里程碑，让我能在亚洲不同的国家留下住址，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赛能让自己的世界排名不断的就往上升，再加上再一次赢到亚巡赛的话，因为像今年状态都是挺不错的，就只是找一个突破口，像这次的话能赢得一个冠军，也完成了像今年的一个定下的一个目标，也希望通过有好的成绩的鼓励的话，希望在明年有更好的一个成绩。